咱今年特别来办着无同款的庆祝端午节的活动，叫做屈原文化节。大概分这两部分。那么第一部分呢，是咱五月二日啊，伫咱彰师大举办的这个全世界哈啊，咱的楚辞的诗歌研究的学术活动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咱伫五月二十八号一天，伫咱的这个景观公园啊，咱有举办着第一堂啊，咱的诗歌朗诵。第二部分，咱举办着儿童 DIY 活动。第三点，咱那个举办着这个肉粽的这个品尝活动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咱的现场也个举办着真济这个亲子的这个活动吼。会当举办咱甲人中国无同款的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咱感受着讲台湾也佫有屈原的后代一个所在，来纪念咱的屈原这个所谓的爱国诗人吼，会当呢发扬伊的这个所谓的诗词的专长，甲爱国的情操，互咱后人后人会当呢引以为这个学习啊。文化节有赞哦，赞！